们的人。会比我们先到。我爷，爷，石大人，你也来了。是啊，我一接到消息就赶紧前来解救钱大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来的时候就这样了。我们先四处搜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线索。好。这里刚才发生过打斗，但他们却是死于三天前，被人用利器洞穿胸膛而死。他们应该是死于独孤九剑之手。也就是说，三天前劫杀曲伟的就是这些人，而他们死后被黑白无常拖回了阎王寨。那杀死曲伟和独孤九剑的人又是谁？在曲伟脖子上也有相同的伤口，他们被一刀致命，但伤口却细如纤毫，这说明凶手是个使刀的绝顶高手。难道刚刚杀死黑白无常的人和杀死曲伟的是同一人？黑白无常是死于剑，而曲伟不死侏儒是死于刀。看来这幕后凶手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心思谨慎，连阎王寨的人都被利用了。现在只有找到一个人才能查出事情的真相。